今天我们一同要对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一章三十七节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《路加福音》一章三十七节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好，我们以你真伟大的副歌，我林歌唱啊，来唱出。因为出于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。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。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好吧，我们都站起来，一起来唱一次。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。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你的话语实在的信实有能力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更多学习慎重的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生命可以更新而变化，好，让我们学习更多你的样式，更多学习你的祷告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知道，哦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平静安稳，哦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，哦，是我们的思维的盾牌，是我们的磐石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正值这个末日的时候来临的时间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懂得数算你的日子，哦，让我们敬畏你的心增天天的加增，哦，得智慧的心也天天的加增。主啊，主啊，帮助我们不但要寻求你的面，更加要为我们所面临所我要做的一些事，哦，完全交托给你，祷告于你。哦，主啊，你必引领我们所引导我们正路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你必指引我们当行的路。谢谢你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把今天所奉献的一些的金钱时间，哦，把我们全然的交托给你。哦，主啊，你来使用这些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你来扩张我们每一位的境界，扩张活水的圣教会的境界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在2019年要突破，哦，完全的交托给你。哦，主啊，你是灵帅，哦，你是掌权做主的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当你在行在其中的时候，一切都不是有难处的了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